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，欢迎您收看匈牙利新闻节目，我是主持人王坤旭。外交与对外经济部长在纽约表示，战争能够尽快结束，并且乌克兰能够恢复和平，符合匈牙利的利益。希尔多彼得强调，通过在联合国大会期间进行的谈判，有必要防止使情况更加恶化。希尔多彼得在联合国少数民族理事会会议上表示，对匈牙利来说，保护少数民族的权利极为重要。匈政府会100%地保证在匈牙利生活的少数民族的权利，因此匈牙利也希望其他国家尊重在那里生活的匈牙利人。根据观点研究所最新的调查显示，匈牙利人民认为能源制裁对欧洲来说十分危险。根据调查，给出答复66%的人认为能源制裁对欧洲的影响大于对俄罗斯的影响。该研究显示，受访者也不同意影响能源市场的制裁。受访者的62%认为，对进口俄罗斯天然气实施制裁是错误的。诺瓦克·卡塔林在纽约为女性国家领导人组织的联合国大会上，针对乌克兰战争发表讲话。她说，女性了解危机管理，并且能够将社区团结在一起。共和国总统表示，女性不应该在母亲和职业之间做出选择。例如，他提到了匈牙利的家庭政策，该政策也允许父亲或祖父母与孩子留在家中。警察突袭了位于基什孔洛哈什哈佐的一个大麻农场，一名来自豪拉斯泰莱克的男子和一名来自索尔沃什的男子在一栋2层楼的家庭住宅中建立了一个毒品农场，在房子的地下室进行耕作，并在楼上进行干燥。在房屋搜查过程中，查获了250株活大麻植物和近40公斤的干大麻。通过该行动，大约有50万剂毒品被阻止进入市场，黑市价值近15亿福林。该名51岁男子和26岁的同伙被警方逮捕。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We'll be right back.